不要去贪想物质的享受，才能使一根清净。须菩提，要作为一位大菩萨，应该要做到忘记布施给谁，忘记布施多少，以及不求名，不求利，不求褒奖。为什么菩萨布施要达到这种境界呢？因为这样的布施心量才能广大，在广大的布施之下，他的福德才能增长，达到无限量之大。